做瑜伽时高难度场面，青铜难度。春天的来临，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，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，你清新脱俗的有故事意。黄金难度。动作教你轻松达到蛇王式。动作一，眼镜蛇式律动，手臂伸直，提胸承肩。动作二，俯卧高抬腿，双腿夹向中线。动作三，骆驼式律动，顶髋提胸。就把万般喜欢我。哇，他好长一点。暂时难度三，不解锁手臂支撑练习。一、跪姿，右手屈肘，左手推地。二、提臀，左膝放肘部重心前移。三、收核心腿，并拢接变体完成。你学会了吗？跪下，把两只手放膝盖边上，头顶在膝盖前面顶地。对对对，把屁股撅起来，弯腿用膝盖顶着胳膊肘，另一只脚也一样，稳住稳住，把两个脚慢慢朝天蹬直了，哎，定住了。王者难度。真正的瑜伽练习，简单的体式，用心练，练正位，重复练，达到呼吸顺畅，身心合一，不乱于心，专注当下。简单静心就是真正的瑜伽，而且也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练习高难度的体式。你用心练，有一天不小心，你就解锁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，一切都是那么。